小字符喷洒机组装视频。首先把喷头夹在这个支架上，夹紧，然后把喷头盖子去打开，喷嘴这里的堵头拿掉，回收管下面这个热缩管也拿掉，拿掉以后安装那个光电开关。装好以后，打开机器的下门，罐子上的这两个堵头把它拆下来，然后把这两个管上面的接头也拆下来，拆下来以后，然后直接插在这个罐子上面，插到底啊，然后拧紧。两个接头啊，两个接头都拆下来，拆下来以后，然后插在混合罐里面，然后拧紧，插到底啊。好，拧紧了以后，插入这个机器的电源线，啊，把机器打开。开机以后按确认，然后插入这个稀释剂，稀释剂插在稀释剂卡槽，墨水插在墨水的卡槽，插入好以后，等待屏幕上显示这两个显示百分百就 OK， 然后按设置，按3，然后再按4，啊，等它补墨。补墨补1分钟，1分钟以后，然后按返回。上面没有显示没有正在补墨了以后，然后按公墨。正面是正面，然后我说这么久了，就是小小。